干嘛一般的行程你都睡不着了，因为赶下船呢。你说的我说一会儿呢他一降落的时候出去得要证，这里头所有证都给你检查了了，他要挪你给他拿挪，一样一样的拿，慢慢的那小鸡别一想我一想逃出来，慢慢逃不要一楼了，老掉药都不贵啊，做这个海关出入证做到就是这个拿，然后里头是你的护照复印件，一会儿他会发个护照原件，这身份证可能不用，咱俩只管扫除，这是个房卡，这几样最重要的。你不都找了我吗？哎，给你找了我呢。你要挪的，我慢慢的看了喽。需要的人呢、啊，都不需要。你要不找了，叫人家看，人家慢慢的给你拿。别涉及，少你一个人他都走不了。我找了俩是担心，我不跟你约束。这实在没法跳，跳不了。他说的是，你尽量去了看你能不能等俺一会儿。往前坐，顺着坐，前面一二三四。对，往这边坐，往这边坐，在这边给别人拒绝。他说的就是，基本上到时间一致，可能会早一点点。你到了之后，到时候可以一直等一会儿，一小会儿，可能是基本上是时间一致。对，咱们跟双环境。那都可以，时间一致的情况下，俺都一气儿。跟一气儿都没事，我等着等着啊，中中。有，但是不见不散啊。坐好吧，走走，那你到咱这边，走。尽量去帮一些邻居。跟他说让他来。就是杨哥，别放心，那我找他去，出个电话，这什么情况？不一样，把我们吓的。昨天我姓林嘛，就是你们出生年月不一样。你们俩姓林。然后我让那个使团的车，让白白他们开的。今天我们在音乐节很多第一次安排临床，所以说我当面的时间不太大，基本上是七点一样，都是一样，都是一样，不确定。一样都放心了。结合地点的话呢，可以到这边来啊，可以来问我，我会告诉您正确的结合时间。你们都还没填好吗？可以再次提醒我，但是我们要先找到你这个地方，在你的指定的位置坐下来。对，我知道。然后他们发的那个信息，我们填了一下。现在应该可以了。嗯。那如果说领队啊，在您的团队人气四号团队，请将您的护照后件打开，在手上，谢谢。等会儿啊。坐到甲板上了，哎，他身上咱这在等着，然后又认不过来气了呀。干嘛？估计都坐上大巴车了。他走着走。知道中途碰见了几名儿，走，看上中途的哥儿，因为我的也肯定状态可好，走吧，走，嗯，是一块儿的，知道？嗯，看那着的哈，走。那看咱妈状态咋样？反正中午那时候见他也不晕车，也不啥的，嗯，不晕，嗯。这样，哎呀，我就在问你，我说的，哎，你还都搁这儿了？啊，都搁这儿了。那回来的早了，回来早了，刚回来，刚回来，你都刚
搞回来了。哎，对，我说的是。现在你叫了，我说跟着小哥他俩吧，他再不放心，一路要不跟着俩脚呀，一个呀。也不叫等车到点就叫了，车到点都在那。哦。嗯，那个能看回来哦。看回来。好，那现在休息吧。那现在起来走的早一点。对。哎呀，恁车出发早吗？你不知道。哎，你们出发的早。我们也没有。你看，俺的队友两人晚了，然后俺出发了。我也有两个拖油瓶是吧？你挂着我，我很挂着恁。我早晨就给我提油瓶的。没事啊，也不大啊，今天饭吃不了，真的。衣服真漂亮吧？嗯，咋说？快点。嗯，没，来，再说。嗯，没没。包饺子吃了，你们这个包哥哥喜欢，好吧？方便没嘞？包哥哥这方便。好不好？方便。方便好啊。哇。我这是腰子，好不好？我看滑梯。哦。看滑梯，玩滑梯，你就喜欢滑梯。你玩，师傅拜拜。拜拜。你说你真棒。你真棒。家放这儿。哦。家里边有点乱了，老哥。多着你看看，小事儿多。哎呀，还乱的多呀。小事儿，你这边可紧了。你想要我夸夸你活的紧着？不是，恁那面买的钢筋的，还弄得可紧。精面的，自己磨的。就是呀，就是呀，这是个黑马。这个是啥？这个是爱丽丝，这是爱丽丝她姐。她姐呀。我跟你说，我最想吃你做的饭就是饺子，是吧？颜色，啥颜色？下锅铁柜的，磨的。十一二一斤。猪肉的吧，也不便宜吧，我说。19.9块，就是个事儿。恁做的给卖的饺子，很标准啊。这咱干不成，咋混啊？你干的是啥玩意儿？饺子叶啊？咋看不出来形状吗？没形。你还说我嘞？你看你干的，我最起码弄个椭圆，感觉看感觉你跟罗罗模呀。咱俩包的饺子都有点不一样。你包的，你包的是啥？菜卷啊？其实我对饺子并不是很精通，朋友。就这一弄，俩手一挤都可以。看见你那做的菜卷，一看就是素的，做的肉的，知道吧？你看。你。你说两个，你在哪儿说呢？还是说都来了，我用我了。爸爸，你过来。哦，你包的，你叫他你包的是啥？苹果。爸包的饺子，你包的是啥？饺子。也是饺子啊。嗯。嗯，你包的是啥饺子？啥馅儿的？哎，别拿，这咱一会儿吃，好吧？好。老童乖不乖？老童，嗯，乖不乖？乖。哎，你乖就叫爸爸做饭咱吃，好吗？我天爷，我搁那哭嘞！哎，把饺子抱过来啊！估计饿了，嗯。来，老公来。给你擦擦吧，宝宝。嗯。要
非常真实。希望和奶粉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嗯。吃了没有没？香。香。香。这个。不过。嗯。不过，嗯，达不到100分。反正我总定分啊，看你，反正我二十分，看你。二十分菜，那算了，你别吃了。哎，看几个呀？是吧？去帮爸爸泡个汤。买一两瓶冰镇啤酒啊，再买一热，再买几瓶绿茶冰的啊。啥热？三四五，六瓶，好，去吧。还有另一个，给。然后这零钱，钱花零钱，钱花零不如。